剧院会有一个全新的舞台，所以希望之前去看其他旅程的其他场次的朋友们可以对台北有些期待，包括我们的舞台全新整个重新设计之外，我们的舞美还会有一些新的给大家 surprise， 所以在这里也要希望所有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到现场。当然大家很期待的就是会不会有艺人，会不会有嘉宾，有这件事情我们目前还在考虑，也希望我们在台北场的时候，对，我觉得也不要说太多吧，反正来了就知道了嘛。有些事早已